大家好，我是青石。今天呢，跟几个朋友呢出船去 Niagara River， 靠近 Lake Erie 那一侧呢，去钓这个大壁鼓，或者看看有没有smallmouth bass。这个是在大瀑布的上游，啊，这是在上游。那大家现在看到我们出船到这个河里了，看这个大家看到这边岸呢是加拿大一侧。这个 river 分成两侧，一侧中心航道那边呢就是美国，我们这边呢就是加拿大。那就是我几个朋友呢正在通过 fish finder 在看地形，看看估计哪里有没有鱼。这条船呢是比较大的船。看谁第一个中鱼啊？这条船呢是专门在 Lake Erie 或者 Lake Ontario， 哪怕小口也好，拖钓三文鱼啊、大壁鼓的。好，那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这条河，这个桥就是这个美加的重要通道 Peace Bridge， 啊，两上面堵的很厉害，然后两侧堵的很厉害。那么现在呢，那边呢，镜头里边的那边呢，那是美国一侧，啊，美国一侧的高速公路是非常非常繁忙，跟加拿大这一侧呢完全不一样，因为我们开过去的时候前后都见不到一两个车。美国那侧非常非常繁忙啊，它是这个水牛城嘛。那么这就是整个的一个全景。那今天主要是通过这个 jigging 来看看有没有壁鼓。那么今天运气不是很好啊，就是可以说鱼没有上来吧，那么壁鼓就没有钓到，所以呢，就是今天呢，只是一个探索而已，谢谢。